几乎失传，像我们这些零零后几乎没有见过的一种表演绝技。我也是秉承着去发扬传统文化的心理去表演。学习耍牙呢也是比较辛苦煎熬的，这些颗牙齿都是野猪牙齿，都是有棱有角的。最初学习嘴里全部都是血泡和口腔溃疡。